的吗？应该好一点。亮杰是一个牌子哎，酷。晚餐吃完了。衬衫，对啊，我很少穿衬衫。我是女王蜂，欢迎浓眉，谢谢柠檬。哎，你刚刚看到我的，画的很满意，还好啦，颜色很满意。变态杨雄，颜色好像有点黄，我该怎么做？今天打扮的是不是要跟你们约会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我声音有点沙哑 ，sorry。黄杰，乱叫。我去喊 call 了。没有感冒，自己幻想约会。退出蜂窝力量什么？哦，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刚刚在整理我的就是小桌子。然后结果我打翻饮料，哇、哦！我真的是整个快要爆气一波，哎，讨厌！还喷到我床，现在整个地板都是，讨厌啊！对啊，甜的饮料。那我现在，我刚刚就是在擦，然后丢了一个卫生纸，先就是至少让它先干掉。我等一下会下播再擦，算了。
谢豪哥。嗨，新一，新一 ，Hello， 新一，饮料跟桌子跟床跟地板的错，夸张啊！就哦，我是用湿纸巾擦的。新一，好久不见。真是讨厌。加世杰，其实是饮料的锅，每次干嘛倒掉？不是，我要整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每次干嘛倒掉，是不是？哦，花生，我了了解你意思。谢谢阿胜，加世杰，我是贤惠杰，谢谢米酒，谢谢俊。欢迎你回来，星星。谢谢阿顺，谢谢俊。现在要点无糖了，可是我是吃麦当劳哎，麦当劳怎么办？每天不弄糖饮料，哎呦，奇怪，泰宇哥。徐若瑄的台语歌，虾米？我也不知道哎，为什么会有台语歌？我是喝雪碧，吃沙哦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星星，早点睡也好。麦当劳无糖红茶、无糖绿红糖不好喝，我不要。喝雪碧。你怎么在看我看久一点？你等一下就看到睡着了。雪碧仔，是丹公布了，对啊，是丹的歌，是丹的歌词，呜好呜好好。很有趣，睡着就可以去梦中跟我会，是吗？女人，八月好忙，多过好身体。八月都快过了，呵呵要九月了。我看那个行事历啊，我自己的行事历，然后觉得哦天哪，暑假也太多事情了吧，就是行事历都满满的，然后就一滑到九月，真的假的？差太多了吧的这种感觉。光是听我的声音就好开心，你太久没有见到我了，星星。嗨，吉米，继续九月，哦，好美。俊，九月不忙，九月也没有到不忙啦，因为我还要就是要上课什么的，所以因为暑假的时候没有在上课嘛，所以。没有上课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工作，然后有上课就是一种，上课就没有办法那么多工作的这种感觉啦，所以其实一直都蛮多事。而且因为我们暑假很长，我们很常自主练习，可是因为要开学了，然后如果有中南部的学生的话，就是很难平日约练，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天哪，我们平日怎么办？平日都没有办法
没办法上课，我也没办法自主练习。上课真的是很讨厌。我说八月就八月，哎呦，笑死自己。那个每个月都很忙，你们辛苦了。主要是还没更新而已嘛，还没有那么多事情，但是还是有啦，就是毕竟也开学了。啊，九月是我妈，真的假的？笑死人！可以视讯练习？不要吧，他觉得后压力又大了。我觉得大学是还好啦，但是国高中，高中我们这里没有国中吧？高中的人就是还蛮辛苦的。希望大家可以赶快上大学，来台北读大学好吗？这样我们就可以很长约练了。小朋友们，快点长大！开始想念每天跟飘飘见面了吗？我相信九月一到，他们一开学，我就会开始想念跟他们见面的时光。现在你从音乐开始就是，你很夸张欸，月。大学还好，大一很忙，大二我觉得我还好欸，我觉得我大一还好，虽然我课蛮多的，但我自己觉得，就是比起来，我自己觉得比起来大学比较好一点，我自己觉得啦，也许是我对自己太好了。这意味着阿姐也会长大，我已经长大了啊，快是二十了。谢谢阿如、柳枝、姐不足症候群，期待 reset。谢谢阿如。大学到后面有赚钱，但是就是一开始的话，觉得你要开始动脑了。你暑假在动身体，然后开学要动脑，你好辛苦哦，星星。小猪，拜拜。大学只是比较自由而已，其他，至少大学不用什么第八节，讨厌死了。拼一点，大四再拼一点，你应该是跟肉肉讲，真是的，我已经很棒了，我没有在混的好吗？没动什么脑，蛮快乐的，可是还是很辛苦啊，声音。出卖人家，早八比第八节还好，还可怕，还好吧？早八欸，早八还好吧？平常国高中都七点，七几点啊？七点，欸，是七点上课吗？是几点？我几点？我太久了，七点还是七点半啊？七点半是吗？八点？不是吧？哪有国高中八点啊？我以后就知道早八。我已经大一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要升大了，我已经有过早八了，好吗？我觉得我早八还好啊，而且我几乎每天都早八。哦，我声音真的好沙哑，哦，超低的。以前高中都五点半起床，大学早八都到不了。超修是什么？对啊，大一没得选吧。反正我觉得啦，我觉得
至少是虽然好不好，好，就算大学没有比较不辛苦，一样辛苦，一样好多事情，好多作业，好多功课，好多报告 ，OK。但是如果他们来读台北的大学，是不是就可以常来练习了呢 ？OK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大学也很辛苦，非常的辛苦。提早跟小妹喊话，小妹加油，期待你来台北读书。你大一到大三还蛮多早八的，嗯，不知道我的心，我不是心事里，我的大二的课表还不知道。一号宿舍又拆不下，不会吧？还指定要台北的大学，也是不用台北的大学啊，新北的也是可以，新北的也可以啦，好不好？两周年，很赞赞，继续加油，宏伟。你今天把当兵赚的钱拿去挥霍，你去干了什么？你做了什么事情？系男女比例一半一半吧。我可以监督他们填志愿的，才不要嘞！我不想管这种事情。好。reset 的。好，一直回顾两年前还有刘海的领结，超丑的。好。还没票到一周年，快了。你的活动还在？对啊，30号他们有活动哦，30号。在桃园有活动，昨天才看一次科苦茶，感觉没变，明明就有。谢谢思源，莫非有机会看到林杰跳星星位吗？不知道欸，我怎么可能会回答你呢？你问我什么，我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喂，这首歌怎么唱我也不知道喂。还有什么？这首歌，嗯，有谁我也不知道喂。这首歌，现在去全家一堆三眼怪，真的，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常看到三眼怪嘞。帮啥？我对我是金鱼脑，我已经忘光了，没错，阿林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嗯，有谁竞选吧？有谁没有竞选吧？嗯，不知道，讲了吗？讲了吗？都忘记，就是四单根本都对啊，四单就是星星加气了，星星加气哦，对，星星加气了，没错。真的，动物园圆圆，小猴子和星星是一家人吗？狗丹吉架轰疯子是什么东西？狗丹吉架轰疯子，小蜜，先聊聊企鹅吗？小猴子进化成星星了。因为公布之后才会想起来那种，对，说啊，原来有这些人进哦，会不会接到动物园的业配？业配什么？木栅动物园之类的，
手机壳都抢换三个乖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啊，孤单一只风是吗？孤单几架风，孤单几架风，孤单几架风。谢谢妹妹，我最爱的 PK， 对啊，我没有最爱 PK 吧？孤单几架风，孤单不是孤单，孤单。狗蛋吉架轰，你觉得我今天演的不错？你是说不知道讲了没？是不是？当然。狗多哦，狗多吉架轰，狗多吉架轰啊，狗多吉架轰哦，是吗？最近三眼怪跳到这边，对啊，到处都是三眼怪，不能同情对手的 PK， 真的，瑞瑞一下就被斩杀了，然后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？谢谢狗多吉架红，哎，那你们那个吗？你们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卖 reset 的票吗？有说对吧？而且你想哦，现在已经八月底了，然后那个 reset 的表演是9月19跟20，不到一个月，天哪，超级紧张。9月7号，对，9月7号，希望大家都会买到票。很紧张哎，现在就开始紧张，就是一定要跳好的那种感觉。希望大家会期待好吗？希望大家期待起来。练了一夏天了吗？没错，我们从春天就开始练了，时间很快就到，真的成。你也很紧张，都看出来。超前部署俊，感觉很难抢，我也这么觉得。超级期待成，期待，好期待哦！我也期待，我们一起期待。蜜蜂的台语是胖，狗多吉架胖，狗多吉架胖，我是狗多吉架胖。耶、yeah, ，我赢了耶！ Yeah. 希望公园资讯都能抢，我只空了9月20。不行，你怎么可以遗忘 Daisy 跟 Bellflower 呢？不行，你也是胖，我知道你是胖啊，就胖的胖。我是香香风，胖，不一定抢得到票，我也觉得小白兔一定要看星星姐的初登场，你又知道是我了。刚刚对手可能同情我，就被斩杀了。我把他斩杀了，他想说啊，感觉对面是新手，你也不想，但是来得太突然，哈、啊，你怎么这样子？好吧，花生，明天一定要去，真的，而且是我们第一次演出，请大家好好支持，谢谢，非常谢谢你们的爱护，谢谢你们爱护 TP。希望安姐可以竞选吧，谢谢。你要买香蕉，讨厌。谢谢狗多吉架旁。哎、欸，香香风是不是叫狗多吉架旁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香香风是旁，对不对？每次难度应该跟普通 mini con 不一样了，当然不一样。谢谢狗多吉架旁。好，这个应该要之后再聊，我们之后再聊 reset 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可以先聊，不知道，可以聊 mini con 吗？聊多久了？
张震岳。看到我表情吗？好多好多，我要认真猜。胖胖胖，我是胖胖胖。谢谢狗多几家红，狗多几家胖啦，讲错，狗多几家胖。阿胜，啊哈，我赢了，开心哦，我赢了啦！开心开心。他选热身菜，因为我在想你，耶！谢谢 Tomo， 只要开电脑，我也觉得我要开电脑。我是小时榜第二，好快啊！今天，谢谢。谢谢汤姆跟阿胜，谢谢阿胜。好啊，红威，拜拜。超猛的，超级猛，砰砰砰！各位砰砰砰们。胖胖胖很可爱耶，谢谢陈。我前几天在新一区听到有一个女生，她自弹自唱这样这首歌，超级好听的。我最香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嗨，范范，好久不见。奶奶，瑞瑞，胖起来，胖胖胖。谢谢陈。奶奶，奶奶。干脆来写写胖，真的假的？会有人看不懂吧？该不会是 Mina 吗？可是那个人没有那么可爱耶，应该不是。哎，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新游戏叫仓鼠村吗？仓鼠村超可爱的，我有在玩。这样是不太好啊，我应该要说少女咖啡酱才对。哎呦，少女咖啡酱也很好玩，但那是不同性质的游戏，好不好？仓鼠村是一个放置类型。知道的，然后少女咖啡枪就是你知道不得不玩的那一种，没错，超级好玩，又有妹子又有咖啡厅又有枪战，是不是很棒呢？超赞哦！
我是不是要开电脑啊？感觉我需要哎。哇，我们两个在尬哎！天哪，好鲜呐，好可怕哦！这个游戏让人觉得很可怕。天哪！我刚刚对到的是阿潘欸，我刚刚对到的是阿潘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刚对到的是阿潘欸，天哪，天哪！我刚追到的是阿潘欸，内战内战，谢谢阿胜，还有陈，我赢了，我非常开心。天哪，好夸张哦！我是第一次到第三轮吗？我是不是第一次到第三轮？我好像之前都到第二轮。嗯，好夸张哦！谢谢，谢谢。不要跟胜哥 PK， 太强了！啊，你是说对面太强了是不是？天哪！感觉赢不了哎，还是算了，阿胜，阿胜，好心疼哦，还是。可以送自己礼物啊，这样。嗯，谢谢。为什么我没有血包？我也要血包，我没有血包。嗯。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阿胜。我看一下浪。迟早都要送的呢，你说第三回合是不是？对面是大神，真的，谢谢阿胜，胜哥手按摩，胜哥也在手指运动，阿胜也在手指运动。超威的，好威，正好威。哎，音乐太大声了，对不对？正好威，正好威，哈哈。哎，你们看过熊妹的签名吗？她叫好威耶，超可爱的。正好威，如果真的赢了到第五关，对面就会有好几只蝴蝶。对啊，感觉就是这样。生日会签名版有超可爱的好威，跪圣哥跪起来，开跪了开跪，我的直播间要开跪了。爱人好，我在电脑里真的很丑哎，你们可以不要用电脑看我吗？拜托，总觉得 solo 太难了，太多强的，对啊，就是。我们也很强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很强。他在驻村时代发明的超级可爱的签名，已经跪很久了，开跪开跪，我不威，我不威，潘很强，真的。古多吉加潘很强。很强台语怎么讲？很强的台语。是西西吗？谢谢西西的会员选票。囧！不要喊林姐好威啦，要喊余威好威。真强，强！哪会这么强？哪会这么强？哎，林威豪杰是什么 ？Erica 是什么？注音真好用，黄宇。是囧吧，囧囧，哪会这么囧？不是，是囧囧，就囧诶。囧妹好威，然后你们下次你们有下次熊那个表演的时候，你们就喊熊妹，熊妹好威。他会很开心的，耶！熊妹加油！谢谢阿胜，谢谢阿胜，你值得我高音，樱桃猫什么正确？你有想起来会喊的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你们好棒啊！先做好胖的扇子，好胖好胖，你的耳朵还好吗？嗨，凯拉，你喊完我就沙哑了，不是啊，你要喊整场哎、欸。
你要很正常，你怎么可以喊完我就沙哑？嗨，花生，你也想喊唱歌？哎，感觉是可以喊。然后可是在表演的时候喊粉丝好像蛮奇怪的。嗯，谢谢多喝水，好阿晨。超级可爱胖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不要哦，不要喊，没有人听得懂的。你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要林姐耶，你要保留给我哦，我懂你意思。谢谢花生。胖姐，很胖哦。小美好威，阿姐好胖。先不要，好不好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全场问号，绝对啊，绝对会全场问号啊！一定只有小蜜蜂懂，有看我直播的人懂而已。嗨，余烟，好尬，真的。哎，投票，投票，大家快去投票，快去投票，大家。麻烦你们帮忙我们投个票 ，please。我好万里长城，这也没人听得懂，好吧？英狗。现在是想做看看，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会看得懂，我看得懂就好。扇子，我的 please 好像小孩子 please 是这样吗 ？please 投票，那个滴滴我二的冰放的投票，冰放的投票。现在有16票，快去快去！谢谢你们，我也在帮忙。对啊，我平常也在投哎，群主也是投票，投完啦耶！阿凯，希望易云对。现在因为他是最前面的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投他，我们在组啦。TP 最前面的，哎，可以加油！今天晚上还没投，快去快去快去！有零钱吗？没有哎，怎么办，玉伦？哎呦，换只手。马上去，干！谢谢你们，你们最棒了。要就是自己昨天问题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昨天在一起哦，我们昨天从9点开始就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就是我们一群人，然后有意云，然后结果我们过了7点说，哎，等一下我们今天投票吗？然后大家恍然耽误我们昨天没有投票，然后我们浪费了那么多票，然后重点是我们一群大家一起在那边，然后林云在现场，他也忘记这件事情 ，Hello。我今天穿的真是没有啊，刚开始都同小晴，后来发现他的，对，我们只能有所取舍，任务完成耶，谢谢，超级感恩。大家在一起开心，对，我们在一起，对，我们就是。就是吃饭啊，然后聊天，然后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。
主持人也可以投啊。如果那我现在就是你知道的，就是投不了，那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快去投，什么都要投，去投诗雅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你们也去。都要投哦。PP 见面对话，你今天投票吗？但我们最近的话题里面都会有，哎，你投票吗？快去投！几乎每天如果有见面的话，几乎都会讲到这句话。林姐加入放下喇叭，不行，没有这个投票哦。啊，好酸哦，酸！有听到我的骨头刚超大声吗？好痛！我的藕包放不下来，对啊，我藕包放不下来，藕包很重，我不会把它放下的。跟折机器的声音有点像 ，Say hello 阿奴。我自己开放不下藕包，我要自己当主持人哦。没有那么强。跟你说了放手，藕包是什么？藕包很重的。我在疯狂的猜拳。没铺，我这套衬衫好看，似曾相识，有吗？如果要开节目，可以叫女神有约，可是是什么类型的节目呢？可是感觉就还蛮难的啊。泡茶节目，泡茶聊天吃甜点，好像很快乐哎，花生。大家带大家体验仙界的生活，我怎么知道？什么大轮流跟杰林杰告白，这是什么节目？谈谈女生怎么过生活，正常人好吗？怪物体验节目，做不起来吧？每一集都花太多钱，然后没有人要看，做不起来，一下就倒了，一下就收了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们在讨论，如果我开节目的话，会是什么性质的节目？自己开一个穿搭的节目，是新衣服？不是哎，不是新衣服。剧组两集之后差不多两集就破产。一日黑卡吗？哇塞，那会很可怕哦。播三集就因为对啊。TP Bingo， 开化妆类型还不错，时尚类帮肉肉那个。哦，肉肉那个是不是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去按肉肉的赞呢？那个超漂亮的，而且我们真的是流了很多汗，然后就是你知道要时时刻帮他注意妆法啊，或是那个角度啊、背景啊什么的，然后对不对？我们真的是很用心的在帮他拍那个照片，所以大家请按赞好吗？虽然我已经讲第二次了，上次就有讲了。相信你们都按了，但我还是想讲，爱你们，很适合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很适合这个类型，他真的很适合，虽然他可
可以再有自信一点。你只在看妆法师，你现在就在看妆法师啊，你现在就是在看妆法师啊。他现在文几乎都秒按，因为是七夕是不是？大家都很漂亮很可爱。说，你是说我很适合哦？不过很适合，对啊，对吧，阿俊？去看一下，好啊，去看啊，毛良，去看露露的那个照片。我们一起的照片的整体的效果很棒，哪有？正常自拍，帮成员穿搭改造的节目吗？一直举笔电，哎，对啊，我一直在举笔电，因为我要看那个字。可是我要猜拳，所以我就只能这样。你好像也有按我的赞，你怎么可以好像成？我们这组团队默契很好，哎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还不错，哎，默契的部分。练我的二头肌。白痴哦！我一直听到隔壁的猫咪在叫，好可爱，好幸福的声音。你又按好啦，陈。幸福的猫叫声，真可爱。今天也巧遇猫猫，好好哦。在路上，在台北感觉比较难遇到野猫。市区的话啦。我也很想出门，很少出门。好奇有谁穿着比较……我怎么……你这样问我怎么可能这样只随便回答你啊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西兰，你要去玩，你最好是可以来玩。机器人二头肌，哎，机器人很可怜哎，你不要这样讲他。而且人家有在健身的好不好？健康的琪琪按完了，谢谢毛良。不负责任猜测萌萌，为什么？你家附近就三四只猫，你住哪里啊？是哪里？超度多简直。虾米挖坑给我跳，虾米呀、啊？期待好像那天除夕服装检查，可是大家来公司都不会太随啊，好像也不一定，看那天是要干嘛吧。如果只是要练习的话，就是大家就会穿的比较随性一点，因为就是你知道练习就会流一堆汗，然后也要就是方便为主。嗯，你朋友说捡到一只奶猫，我想养你也不能给我啊。我还在等那只，我在等待那只有缘的猫咪。我觉得，如果好不好，我想要就是，如果我真的没有遇到，我自己，我想要自己遇到。如果我自己真的没有遇到的话，我就是在我生日那天，因为通常收养、认养、领养的话都是要满20岁嘛，所以我，我明年的生日礼物，我有在考虑这件事情，考虑，就是生日，我自己的生日，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什么的，送自己一只小猫猫。但是再说，一切都还在考虑当中，我还在做自己的心理建设。你要认养我吗？准备变猫奴了。我现在是就是一只没有猫的猫奴，你知道吗？养鹦鹉我不会养啦，可以开始讲名字。你还是玩朋友的就好，对，毕竟这还是要有那个
很大的责任，捡到好像几个月的奶酪而已，差点收编，收编起来，嘻嘻，收编起来，养妈好累，哎，建颖有养哦，觉得姐姐这态度真的很棒，是吧？二十岁林杰的心要被猫，笑死！把 T 哥抢过来不行，怎么可以养果果的猫咪？怎么可以这样，艾瑞克？我还有樱桃猫，不能养鹦鹉，有樱桃猫是不是？猫头鹰、樱桃猫，你爱我，我知道啊，阿锦。小猫叫粉，没有，我们一起变，我们一起当猫奴吧，嘻嘻。你家养猫又养鹦鹉，那他们是好朋友吗？我怎么会可以带猫咪进来吗？哦，好棒的感觉哦。哎，猫头猪，你不准不准碰猫头猪哦！猫头猪是绝对不准，不准哦！猫跟鸟养在一起，哦，绝对不是哦，他们不是好朋友。不可以带宠物去握手会，好吧？可以带的话，早就带你家狗狗去了。你家狗狗也很可爱，好想玩猫咪哦，讨厌。我养猫，弟弟的仓鼠为什么很？反正我们分开住啊，弟弟的仓鼠在新竹家，我的猫咪不会影响到啊。等一只猫，林姐，整理可以办一个 TTP 宠物交流大会。哦，不是整理，营运，那字太小看不太到，我还是要拿起来，讨厌。营运可以办一个，可是那也要就是比较就是蛮有限制的活动，就是不是全部粉丝都可以参加，就是感觉是一定要有宠物的，感觉不可行，对不对？开始想要的奶喵有带学校在拍紧张，哦，好好哦，对啊。我做的心理建设也有一块，就是生离死别这部分。姑姑，再一次亮亮活动，好像很棒哎！这里有一只猫，林姐要吗？你这只猫，虾米人好。要去学拍照了，呵呵，没救了。我姑很幸福了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你说你这只猫咪会转圈圈跳火圈吗？真的假的？笑死！去狗狗家玩，有狗也有猫。Bruno Tiger， Tiger 超 Q， 而且它好黏狗狗，好可爱哦。所以现在养猫都会考很久，转火圈，原来转火圈。反正不管是养任何东西，不管是养任何东西，都要先深思熟虑，好吗？猫住的远错了吗？妈又住太远了吗？有，完全不想住他家。七个真的很乖，真的。超级可爱，而且他很帅，我觉得 Tiger 长很帅，我觉得 Tiger 是一只真的很帅的虎斑猫哎。
你知道也是有好看，就是好看与不好看的。我觉得 Tik 很帅。哪天来养只猫好了，虽然对猫过敏，可以避免吧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常常清理的话，好像就会好一点。而且很黏人，这对啊，萝莉没有不好看的猫咪。等一下哦，我今天播到11点，所以我55分念排名，55。人家都会跑去一些猫咪在阳台，哈？什么什么？谢谢西西的 love， 好久没看到你公司的猫了，太久没去公司吗？你家都会跑出一些猫咪在阳台睡觉，那么可爱。猫毛清都清不完，对啊，像麻油就是它的裤子或是衣服很长，就会出现一堆猫毛。下次直播，下次直播是8月31号，8月31号。礼拜一，他直播是8月31号，礼拜一，9点半到10点半，一个小时而已。所以你还没有摸过吗？哦，虾米，超级好摸哎，嘻嘻。星期一，对，是星期一哦，下礼拜一哦。沾一堆猫毛，真的真的真的。31号，嗯，是礼拜一。对，因为我下礼拜，我相信下礼拜大家就是你知道 TP 的大家都会很累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是犹豫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一次时间排的很犹豫，因为就是有些工作，然后又加上猜拳的时间，所以我排了很久，反正我下礼拜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五播，对，下礼拜是礼拜一跟礼拜五，嗯，猜拳最后一天我有排，但下次会因为打游戏断钩掉，不要打游戏。反正我下个礼拜，我是下一次直播是下礼拜一，一个小时而已，9点半开始。然后礼拜五就是一个半小时了。嗯。礼拜五一小时，有事吗，阿凯？好。谢谢你们。然后我先大概跟你们讲好了，我下礼拜是一跟五，然后下下礼拜是25日。我最后一天有开，得开的对吧？
都两小没有哎、欸，但我最后一天应该会开到跨日吧？天下礼拜三场没错，开学前对啊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那个猜拳的最后一回合最后一天是13号，想赢那么明显吗？那么明显吗？玉人，还以为大概要讲要 cosplay 什么，才没有嘞，玉人。对，跨日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阿胜。不要睡，但我不会跨很久啊，我不会跨，不会跨一两点这样的嘛，可能顶多12点半之类的，毕竟大家隔天是要开学。好嗨啊，决战日超嗨，大家捧起来。绝对很可怕，那天绝对，我觉得下礼拜、下下礼拜开始就会开始很可怕，我觉得。还好你还没开始。开始是什么可以吃吗 ？Hello， 8月31号、9月4号、9月8号、9月11、9月13，没错，没错哟，阿凯。开学第一天开始翘课，这样不对吧，建颖？真的，我也觉得很可怕、啊。可怕。那开闹钟提醒吗？是没有那么重要。而且。我不是没有那么重要，就是没有不会忘记吧，而且不是那个吗，就是不是有关注我的话，他我开播会有通知吧，是吗？应该会有通知吧，不要乱翘课欸，顶多坐在后面自拍。对啊，应该会有通知的吧，浪life会有通知哦，要独家哦。猜拳大赛开学前一天，然后迷你控开学第一个假日，那算是迷你控吗 ？Reset 算是迷你 reset， 对啊，应该是算公演吧，应该不算迷你控。雨森公演，你真的要翘课了？公演，耶！对啊 ，RC 公园。迷你公园 ，Hello， 阿凯。期待后面公布的活动，期待。嗨，你好想翘班，我觉得可以好好期待。没事啊，嘻嘻，没有关系啊。双场公演超期待，我们也很期待，但是同时我们自己的压力很大，你知道，而且是第一次，就是。非常重要的表演，加油，大家加油，没事的，加油，
希望规格还是会有点不一样。什么规格？好好翘班，好好好好丢鸡腿，不是这样吧，哈森？蛮期待阿杰跳哪首 UNI， 懂没？期待期待，一定要抢到票啊！谢谢田中，谢谢建谷。希望抢得票，希望小蜜蜂们抢得到票好吗？拜托各位小蜜蜂们，9月7号12点开始卖 reset 哦 ，reset 公演的票哦，请设闹钟，11点45分、11点50分、11点55分 ，OK， 加油，加油！每次都错过草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新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错过哎！哎，自强什么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东西？希望小蜜蜂三百强喊爆林姐，不要喊林姐好威，拜托，不要喊林姐好威，求求你们！夜排就霸占全家起来，是没有那么夸张吧？姐怎么知道你闹钟？差不多是这样吧。希望各位粉丝们抢得到票。起床闹钟是没错，差不多就是这样设法。尽全力抢，抢起来。喊胖可以吗？不行哎。哎，臭嘻嘻。别对，不要好威，好威就给熊妹就好。那是他的 slogan。熊妹好威，熊妹正好威上线喽！林姐好威会喊到两个人对，我会莫名其妙变成一个 CP 好吗？会莫名其妙变 CP， 拜托不要！你会拿胖跟杰扇子，好啊！期待。嗯，期待你们就是想想，我不要 CP， 不要给我一个 CP 好吗？不要给我 CP， 不要给我 CP。好的，反正就是呢，期待之后官方还会宣布什么消息，然后下一次见，下次是下礼拜一，感觉要念排名，什么跟七夕抢的没有吧？我没有要抢，开个玩笑，只要迷妹团。是这样吗？那真的很帅，露真的很帅，你看那个照片多帅，是不是很帅？资讯爆炸的九月，谢谢田中。该开始吃葡萄派，不是这个时候吧？谢谢田中。可心比较喜欢可爱的妆法师，谢谢。我要念排名喽！这周你一定要吃到派，吃起来 ，staff 都爱，真的哎，这个组合你是不是很喜欢啊？凯，你今天被官方的资讯炸到头脑好乱，为啥、啊？还不错吧，有一些消息总是好的。阿凯身边组合，好幸福的感觉哦！今天真的是惊奇的一天，惊奇天。
我家一睡起来就两个重磅资讯嫁过来，呜好呜好吼，跟 reset。我还是默默开 IG， 全是呜吼呜吼，直接呜吼爆炸。太多新资讯，新资讯，讲话讲不清楚。太多新资讯，日期进不清楚。不会呢，陈。今天 C 位的资讯什么时候要炸过来？吼哟！本来以为 reset 会年底才出，想不到我们赶进度。哎，其实我们也，就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快，就是有种哦天哪，我准备好了吗？怎么快要到了的那种感觉，真的很可怕。请先不要做好我 center 的心理准备好吗？不要自己乱做准备。请大家带着平常心态去等待这件事情。不过其实说真的，我们也练了，就是因为我们从疫情爆发之后，但也休息了一两个月吧，然后就开始练习了。对，希望大家可以加油！又周年，又猜拳又周年，还有。运动会应该会延后，哎，但你们知道你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要练，超级可怕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大家加油，加那个哟，加油加油 ，PP 加油！好啦，我要念排名咯，大家。念排名。加风铃草油。Forever power, never say never. 干巴爹田中，所以一直还好吧，星星。没事啊。担心我的脑袋记不住，不可能的，版兔，不管任何事，我们当的没错，对 ，Forever Power, Never Say Never, 我们是 Uni Bell Flower, 超赞！只要阿杰竞选吧，不管站在哪个位置，怎么样？哎，所以我没有竞选吧，就不棒了吗？有点把阿德翻了，阿德目光锁定你。好啦，我知道，但是我都会一直努力的。没有记得在这边看我。好啦，我念排名喽。我李丽的同事，谢谢你们一起努力，我们一起努力。不管有进没进，都谢谢建影，开心。没有进你就自动把气的当，不是这样吧，人。
动物园单，动物单。念排名 ，Go。怎么零一分啦？时间过太快了吧？今天的第十名是八二，谢谢八二。第九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第八名是七夕，谢谢七夕。第七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第六名是田中，谢谢田中。第五名是豪哥，谢谢豪哥，耶！第四名是翠翠，谢谢翠翠。第三名是陈，谢谢陈。第二名是俊，谢谢俊。第一名是狗多吉加胖，狗多吉加胖，耶！狗多吉加胖。谢谢今天的第一名阿森，有红包，我有看到。谢谢今天的第一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TP 的一期生正式成员林杰。今年19岁，你们好。我要发文吗？发文，不要好了，奶奶就关了。想想我明天。先好，等一下再说。现在今天的第一名阿善，点击进去。明天没有放假。没有放假，谢谢今天的第一名。阿胜，明天要继续跟我现在的主人们见面。肩膀超棒。够好了，那偏方没有关系啊，我只是小心啊，没接到。真胖胖胖胖，好啦，大家早点睡，早点睡觉，晚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恩感恩。大家晚安，奶奶。你妈看到我，嗨阿姨，妈妈好。奶奶，大家晚安。奶奶，胖姐，奶奶，建颖，奶奶，俊，奶奶，米酒，奶奶啊，奶奶，奶奶，你们，奶奶香，奶奶，浓眉，奶奶毛亮，奶奶，奶奶瑞克，奶奶，落日云笑秀，奶奶阿如，奶奶玉人，奶奶西西。奶奶陆爷，奶奶陈，奶奶黄鱼，奶奶阿凯，奶奶
那西西，奶奶田中，奶奶翠翠，奶奶狗多吉架旁，阿婶，奶奶东东，奶奶阿瑞克，奶奶玉儿，奶奶奶奶华生，奶奶俊，大家晚安。奶奶焦糖咖啡，奶奶纯，奶奶玉人，奶奶樱桃猫，奶奶臭板兔，奶奶花生，奶奶阿如，奶奶下礼拜一见，拜拜。